开始画的啥也不是，看到最后太感动了，教大家雪景房子树木炊烟画法。看字幕和过程。技巧：用透明留白剂铺房顶积雪。视频下方有留白剂链接，被它涂过的地方不会被墨色印掉，依然留白。接下来看效果，先画别的地方，等它干透。树枝刷点留白剂，被留白剂涂过的屋顶不会被阴掉，依然留白。被留白剂涂过的树枝出现积雪效果，感兴趣的可点击视频下方链接了解留白剂。像不像你老家？点个赞吧。